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咯，这个地方一样，这个有一个关键格，后面这边要不要增加一个关键格？要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这个影格数比较长一点点，所以你这边就会看不到。啊，对了，顺便讲一下，昨天有同学在讲说这个格子太细，有没有？把缺口啊、缺口也看灰，你可以从这边把它变大一点点，有没有？这样格子跟格子之间就比较大。可是我们比较常遇到问题，就是像这样很长的时候就，就你的这个卷轴就会拉得比较长。好，所以如果万一你要像比较长，你可以用小一点，它是不是就全部都看得到了？有点像那种显示比例那种感觉，只是说它的就比较固定的。哦，比较固定的，你可以稍微小一点，这样就可以看得到。哦，全部的，好，所以我现在呢，就第一个，它只有一个关键格，所以到这边是不是要加入一个关键格？好，把它插入关键格，然后呢，增加导引线是不是在这里？嗯，别加，然后你就把那个线画出来咯。好，那我把画面先还给你，你试试看看。那我们在你增加导引线之后，你不是会用这个画吗？好，用这个画，那你画看看。如果说你要这样来这边画，平常我们到这边一画，你是不是画完决定这个曲度之后，你就按住 Alt 转角嘛？但是这里没有，你按 Alt 不好，有没有？它还是会动。我现在已经按住 Alt，但是还是动，所以说没有关系，你就先放开哈。那后面先继续画下去，等一下再来调整这个。好，如果到这边好。结束了，用白色箭头，用白色箭头，这个地方我是要调整另外一半，对不对？Alt key 有没有只拉动它？它就这个地方不方便，哦，因为这个工具就变成说等于做一半嘛，没有让人家我们在画线比较不方便，哦，所以说你在画的时候，变成说你先画完，你再来用白色箭头来做调整，好，来做调整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你画完，现在画完了之后，是不是一样？可以先把它锁住。我的跑到下面来，你看，如果跑到下面来，它就不是的，跟它就不一样的，有没有？哎，不赶快拿哦，我这个把它先拿掉。我的线啊，糟糕，我线画在跟果子同一层的，有没有？而且还很笨的是，这个有按下去，对吧？这样知道问题哦。那万一如果已经画了，怎么办？不要紧啊，这个可以打散啊。你只要经过打散，也没有回来了，因为它只是好像你本来是你要画进去再做一个群组的动作，它按下那个就它自动帮你做一个群组的那个意思而已。好，那我现在这个我把它剪下来，我把它丢掉，好，再重新加一个，我就贴在哪里？是在原地贴上。所以你做错也不要担心，反正这样还是可以用啊。啊，因为说真的，当影格越来越多，图层越来越多，把鸠尾灰是正常的代际，好，难免会贴错，那你就是找到你可以修正的方法就好了。那么上去之后是一样锁住，所以我现在把这一点点到它中心点，吸到它的线上，好，吸到它结束点，其实结束应该是到这里而已啦。因为到这边就出现这里了，有没有？所以我的结束点，好，顺便看一下影格的移动，点到之后先离开一下，再进来，就可以放回来。O 不 OK？好，等于说我到这边，等于说到这个地这个影格之后，它就消失，就变成什么？后面的放大缩小的那个，可以接受了哈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到这里的话，我就来这边，因为这个已经是结束影格，我就丢到这里来。我丢到这里就好了。OK，剩下的就是什么？让它去转圈圈，转圈圈。等一下，我们再告诉各位怎么设定。好，来，画面还给你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现在看起来果冻，不是果冻，果子有没有在旋转？有，对不对？果子有没有在旋转？有哈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是之前就有先设定好了。但是事实上，如果你自己以后自己在做，就跟我们刚飞机一样，不会自动旋转了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要让它旋转的话，你看转到这边，这样要转几圈？一圈还是两圈啊？你看哦，从这边到这里，
这样有没有一圈？到中间就一圈了嘛，再出来是不是又转一圈？所以是不是转两圈？好，那你要转圈圈怎么办？我们本来是不是有介绍一个这个工具可以转圈圈？旋转啊，缩放工具这个可以转圈圈嘛？可是你要注意一下，这个工具只负责多少？只负责零到360度中间的，了解意思了吗？它只负责零到360，超过一圈的拍水不好，没有用。那所以说，你超过一圈的要由谁来做？要由我们的移动渐变来做。你看我点到这边，你会发现下面有一个转几圈，有发现了吗？旋转的这边，好，预设应该是五，如果正常来讲应该是五啦。好，那所以如果你要转哪一个方向，顺时针、逆时针。好，那要转几次就由这边来决定。可是很抱歉哦，我要转一圈半可不可以？不行，这里只有整数圈。所以如果你看我打1.5，它没有反应，它怎么转就是只有一圈而已。你看我现在回来是不是又不见了？我刚刚打的是1.5哦，所以那剩下半圈怎么办？既然我们刚刚讲零到360由它决定，对不对？所以剩下半圈要有这个来绕。哎，你要看啊哈，你如果转的是整数圈，由什么补间动画这边来决定；如果是剩下的不足一圈的，由这个来决定。所以我在这边做一个，你看我到最后面，我到最后面这一格点到它。假设我在这里转一个角度，我转这样好了，有没有？我多转一部分嘛。所以它本来就有几圈，就有一圈，一圈会再加上刚刚那个角度，我们来试看看哦，你看哦，这样过来，到这边是不是一圈了？再来剩下的是不是有没有？它又完成了。所以你如果说角度上不是整数的，那麻烦你用这个工具来配合，这样就可以转那个。好，画面还给你。如果好，你就。